It was an immediate reaction of, oh my God. It was an instrument of such sensitivity. It felt like a glove on my hand. Concert halls and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are choosing to put Fazioli pianos into their main performance areas, and we're delighted that more and more artists are choosing to record and perform on Fazioli pianos. I think it's great to have a piano manufacturer whose sole goal is to make the best piano there is. 斯沃大市政公司和轰美建筑公司开业典礼在温哥华隆重举行。斯沃大由轰美集团和香港上市公司洪德控股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作为加拿大第一家由华侨开办的大型市政工程公司，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华裔企业对加拿大市政规划及建设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在这个房地产各个环节的里头，我们可以跟每一个部分的话都能一起合作，那形成的话资源互补。亨美建筑公司将在项目进行市政规划时，就从绿化、环保等不同角度为民众未来的居住环境做出考虑。我们在市政规划阶段呢，就已经考虑未来房屋的位置、采光、居住环境、能源和智能化的方面，这样可以给客户提供更环保、更智能化和更优质的房屋。加拿大三级政府政要以及各界领袖近百人出席了开业典礼。安居乐业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新的优良的公司来到我们社区，为我们打造美好的家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来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继续的为我们社区、为我们城市的发展做出他们应有的奉献。凤凰卫视安中苏慧文、殷明江，温哥华报道。